学生都是穿睡衣吧？不出门就绝不换衣服。大妈穿旗袍，女人要对自己好一点。这大妈比大学生还会过日子呀。大学生是用折叠桌，宿舍太小，只能摆个折叠桌。大妈在家用八仙桌，这是我爷爷的爷爷留下的。这紧托肯定是年轻人用的呀，昨天伸懒腰脖子不小心断了。还有奶茶也是年轻人爱喝的，一桶奶茶烦恼全无。这100斤大米肯定是大妈扛呀，100斤大米我轻轻松松扛上6楼。这环保袋是大妈的，前天存钱银行送的。1元，大妈果然有钱。再来个蒲扇，用了十几年的老伙计，给力。这包包是大学生的，这是我的限量款包包。哎，这还是上下床，肯定是学校的呀。就怕哪天睡着了掉下来。大妈在家的电视柜，16K 大电视了，花眼了也能看清楚。这鸡蛋也是大妈的，我走了10公里才抢到的打折鸡蛋。茶缸这一看就有年代了呀。多喝白开水身体好。这空钱包一看就是大学生的呀。哎，不是的吗？那外卖是吧？不想出门，点个外卖。空调是谁的？大学生的。没空调的夏天是真的活不了。对，房产证肯定是大妈的呀，大妈是有钱人呀。老房子拆了，给赔了这些。这麝香夫人是什么东西？大妈听的，大学生听的。这歌多好听，哪里土了？那大妈听什么歌啊？最近和姐妹们刚学的广场舞。这年头，大妈都比年轻人还敢流行了。那这空钱包应该是给谁的？